你喜欢开车吗？我汽车我还没学，但我想学，所以我现在只会开，会开的只有卡丁车。哦，卡丁车是他微博那个。突然想到了，这个是谁？我一直猜不出来开卡丁车的是谁。我觉得像中中，但是他又是猫。除了中中以外的都不像是开卡丁车的人。朱丽叶，卡丁车。所以我现在只会会开的只有卡丁车。可以，我们可以去开卡丁车，改天约一下。这是一种约会要暗示吗？好尴尬。哎，我知道有个地方，我有查到那个有个什么熊猫卡丁车还是什么。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去开过，在那个哪儿我忘了。我放点这个垃圾袋在这边，大的那个。嗯。你会做什么上海菜吗？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。迪迪看了一眼走了。上海菜。要不我去学一个，我们一起做。可以可以。这个这还没洗，等一下等一下。那我要去学一点复杂的了。太简单了，我看他们做的菜，我觉得我得更换一下我的菜谱。你们那边有垃圾吗？就是没有，好像。他一直在进来，想参与到他们的。哇，这边也漏水还是怎么？有点漏水，我刚才好像不小心洒在地上。是吧？我说有一点点。你是没怎么在上海好好玩过是吧？没有，我去一次是因为工作，然后一次去找我朋友。下次你可以来上海玩。可以啊。我感觉他们一下升温了。对。好，迪迪被冷落了，下次来就可以找一个靠谱的。对对，带你玩，带你玩。你会做什么上海菜吗？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。没做过啊，上海。